5月31号下午4点钟买的，小孩子拿来喝，喝了一口进嘴巴里面，然后他就说味道不对嘛，然后我老公就试了一下，说味道怎么这样子的，然后他就挤出来看，然后就是这样水的一个状态的，就牛奶里面加了是很淡的味道，我就是怕他有什么不舒服，然后才去找那个超市的。我买了一箱，前面也喝了几瓶，没有这样子，就这一瓶。首先给他们打电话，他就说叫我过去处理。到了之后，工作人员就拿着一次性杯子，然后挤了出来，里面有那些水乳分离，有水，然后也有一些像牛奶一样的那种东西，但是一粒一粒的这样子的。然后他们就说之前也有这样的情况，我问说喝进了肚子有没有问题，他说不怕的，没什么事。他说只能退现金，退了几十块钱。后续处理就是已经跟这个主人已经对接好了的。